包含咗呢个东岸中西药房呢度，咁啊呢个就系嗰个喷水池啦，尖东呢度啦。啊，就人来人往，平时有游啊，佢就人来人往啦。咁呢个就侧边个燕窝，呢、這个就中西药房啦。上望望楼上，咁啊呢度就好，侧边嗰度咧个巷仔就好多吉铺啦。咁入边呢个巷仔入边咧就全部都做食噶啦，侧边就系嗰个富豪酒店。Hey, 早晨，好早啊，大家早晨，而家就2021年嘅9月7号啊，就星期二，即系来早嘅8:04啊，咁啊呢单嘢嘅时候，哇，超级重灾区呢个位，就呢个半岛中心，摩地道半岛中心啦，呢一个嘅33号铺，一个叫做药行啦，呢个东岸药行咁样，咁就成交咗系2550万，我都还国家倾过啦，就超级黑店咁嘅感觉，就系嘅啦，黑掹掹咧，呢手唔知系咪黑店啊，就系呢望入去黑掹掹，我都唔敢入去一只啦。咁就講緊係啊呢個位，感覺咧呢個6.5分位啦，即係一個超級重災區，咁你夠膽搏嘅話 OK 嘅，五分至十分超平，一分騙案啦，感覺。咁啊你注意咧嚟我哋個商鋪基金啊，第三季有集資啦，不過所有 seminar 敷曬㗎啦，咁我哋每季集資6000万港币啦，我再 top up 2000万港币 ，keep 25% 咁樣啦，咁啊好快爆啦，我哋都連續好多季都滿曬，爆曬。咁我哋就唔想再亂咁加碼，唔好貪心啦。總之逐步嚟。咁呢間鋪嘅時候咧，原本業主2010年八月份咧就1600万買入嚟嘅，1600万買入嚟。咁就個2010年揸到而家啦，就由1600万成為咗2550万啦。咁就講真就賣嘅時候就真係賣得唔啱時候咯。呢、這個時候梗係平啦。呢間鋪咧對正個噴水池位靚位嚟嘅，講真可惜咧就係有來水冇去水，有來水冇去水啊。咁變咗你想做間食肆啊，做啲其他咩果汁店，做嗰啲好多嘢唔方便啦。咁啊，而家租金就48000蚊，去到2022年嘅三月份，回報咧就2.3厘。好市嘅時候呢啲位講真租8万、9万、10万呢啲唔難嘅，側邊嗰啲租值嘅時候都高過呢、這個。但係而家問題重災區嘅重災區咯，你望下側邊條街嘅時候咧，10间铺7间吉，我都嚇到怕一怕。咁啊，所以我都驚嘅話，我相信好多人都驚。除非你好多子彈啦，守一守嘅時候咁 OK 啊，守幾年咯。咁我怕就係租金有排跌咯，我都唔敢買啊。咁萬一呢個走咗嘅時候，揾翻個租客都唔容易嘅。不過就因為始終呢個佢而家係有來水冇去水啦，變咗即係做藥房啊，做啲雜貨啊，做嗰啲嘅士多仔咁 OK。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想做間食肆啊，賣下三文治啊，開間涼茶鋪呢個就難搞啲咯。咁啊，守幾年咯。但係如果有持貨能力嘅話，搏一搏 OK 嘅。所以咁我啲個6.5分位咧，靚位嚟㗎，呢位都靚位嚟㗎，所以 OK 㗎。再平啲我都會買，講真。咁好啦，咁啊恭喜買家啦。咁啊，如果你有興趣join 到你 seminar， 雖然滿曬啦，咁可以 join 個 waitlist 嘅。我哋唔知會唔會加長，因為如果嚟到嘅時候我哋已經集資爆曬嘅時候都冇意思嘛，你明啦。咁或者 waitlist 定下季啊，或者直接打嚟我哋公司啊 ，subscribe 有點都攞都唔知，應該口頭上嘅承諾都已經過曬額㗎啦。好。就各位買家，各位買家，咁啊個尖沙咀冇平鋪噶啦，尖沙咀都好貴嘅，啲鋪好貴，真係有心賣嘅呢一間尖東。另外仲有一間741，我知道力谷緊，但係嗰間就好短期內幾年內買入嚟嘅啫，前一兩年買入嚟，唔知賣翻出嚟啦。咁呢間少揸得耐啲，尖西啊、尖中嗰頭冇鋪賣嘅。咁但係如果二揀其一，講真，我就如果前排有一間嗰個嘅咩漢口道。漢口道咪宜昌街嗰度有間翡翠鋪頭嘅，嗰間成交咗2600万，呢間成交咗2550万，咁我情願買呢間，呢間靚好多。好，各位買家，各位買家。